迄是一共的钱底下是什么意思？现在是用模糊的政治现金的说法吗？因为我没有直接问到潘宗豪哈，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当时听到的说法就是说有一些是借贷关系，有一些是借贷关系，那潘宗豪呢，因为你看他是15万交保，所以他不是污点证人，他不是污点证人，这个案子如果有污点证人一定另有其人，那在潘宗豪跟陈明文、彰化冠乃至于张景生之间，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证，那这些人证后面你就要看到底他们是怎么讲的，怎么解释的，检察官调查局的基础够不够。那这个案子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他是交保，所以呢对彰化冠来讲他不会有停职的问题啊，那陈明文也没有这个问题，那到时候就是在法院对决，然后重点就是资金流向嘛，一定是资金流向，因为你一定要证明说这个过去这个大家认为是旧的市政的部分，你现在从要办它，你一定要有新的东西做依据，否则是办不了的，不然难免人家怀疑就是政治到时候就会很惨，减掉单位就会很惨，就会来那个石青你的看法。我不这样子认为啦，你认为另有意图？我觉得真的是另有意图啦，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今天是花了这么大费周章，400多人呢，这是吓死人，司法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这表示说你的确掌握到一定的确切的证据，那你既然掌握到确切的证据的话，今天的下场不会是100万跟300万交保，你早就人就压起来了啊！你过去又不是没有压过陈明文，那我的来源呢，就是我有去跟陈明文跟这个彰化官做查证，那彰化官说他跟潘宗豪之间的确过去几年是有金钱上面的借贷，但是那个金钱的借贷早在他当县长之前就全部都已经还清了，所以他跟潘宗豪之间是没有，在他县长之后是完全没有什么金钱上面的往来的，没有政治现金吗？有没有提到政治现金？他说是借贷的关系，但所以跟这个香草园区根本毫无关系。那陈明文的部分就更有意思了，陈明文怎么跟我说？他说检察官呢在潘宗豪家里面就收到了一张1000万元的支票，这张支票没有抬头，没有背书，没有兑现，但是在支票的下方写了一个长，就是长啦，然后结果检察官就拿着这张支票一直逼问陈明文说这个钱就是给你的，你花到哪里去之类的，就是你什么，对，然后陈明文就觉得啊莫名其妙啊，啊你在潘宗豪家收到的一张什么东西也要找我查证哦，你在他家收到的支票1000万为什么要来问我，你去问他呀。陈明文说他跟潘宗豪之间完全连政治现金都没有，他说的确过去那个春龙企业是不是，春龙企业曾经透过别人要来跟陈明文说他愿意有政治现金的捐献，可是陈明文拒绝了，所以他说他从政这么多年来他就避嫌啊，不是，他其实是一个还蛮谨慎的，因为你看他这样的黑黑的粗粗的好像地方派系大佬这样，其实他是一个还算细腻的人，所以他还蛮知道那个分际在哪边，所以他说他跟这个春龙企业是完全没有任何金钱上面的往来，那这件事情他会被100万交保，他气得要死，你知道吗？他说我根本就不应该交那100万的，他根本就应该也不错啦，本来是200万交保打对折，而且他的律师还多好笑，说在里面还跟检察官讨价还价，就如果今天罪证确凿了，真的有新事证的话，你还可以跟他讨价还价吗？不可能嘛，价钱也不会这么低呀，对不对？不过刚刚徐琪讲到说，这个陈明文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哦。确实，我在这个资料当中看到说，其实陈明文跟曾正龙还不错。那么曾正龙手笔很大嘛，他就是比如说他跟哪一位政治人物控啊，我这台车给你用啦哈，拢双 B 级的名车给你用。啊，陈明文虽然看面真好，但是拍摄工不爱修啊，修差不多2-3天了，就想个机会还给他了。由此可知，他现在确实是蛮谨慎的哈。这个罗委员，你的看法跟时期不一样？为什么我把说谎写比较大一点哦？啊，其他的意图写比较小一点。我认为这两个都有了哈，因为这个案子是这样，当然没有错，大家认为他是7-8年前的旧案哈。那这个案所谓7-8年前旧案是7-8年前发生的一个案件。可是那个减掉是在去年，好像是去年才开始从那个一些某些，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人家检举的，还是说监听啊跟踪所得到一些证据，所以是等于去年他才开始对这个案子才有介入去调查了哈，那才那个他也布局了很久，那现在你动用了那么多人，那也搜索那么多地方，那大家都在看啊，万一到最后你是不起诉，
或是说到底你起诉了以后又被人家法官给你判无罪，嗯，那对司法来讲都是一种伤害了哈。嗯，那什么叫其他意图嘛？其实你本来你讲好说好，你假如说那个6月28号你就要去搜索，你就去搜索嘛。嗯，那你就7月5号又去搜索，就去搜索嘛。政治考虑太多。那你干嘛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就说啊，因为有灵异事案子产生，怕人家误会说是在转移焦点。那坦白讲，你现在去搜索，人家就不会认为你转移焦点了，对不对？嗯，那尤其这个案子，坦白讲疑点蛮多的哈。第一个，好，行贿，一般来讲，行贿怎么会用支票？哦，行贿怎么会用支票啊？对啊，就很奇怪了。很容易被逮到啊！你看看那个行贿哦，一般来讲不是用现金啦，哈，尤其是大部分都换美钞啦，因为金额太庞大，所以要美钞，会那体积比较小了哈，抓不到。怎么会用支票？那假如彰化冠说他跟他之间的借贷，哈，彰化冠说有，哦，他有时候有3000万，不过他是跟他借的，不过他在民国98年，不知道98、99年他都还他了，嗯，那还他的话有还款的记录啊。对不对？那你拿出来不就没事了吗？有没有可能用现金还？那现金还那也要记录。哎，你一下现金还怎么有记录？不是你一下，那你从银行搬现3000万的现金啊？你前程会有提款记录？对，从提款记录。我基本在唱碟出来的吗？唱碟出来的违法吗？三零一四敢换？对呀，问楚都唱3000万，我姐姐很安利，你别拉拱，你办我嘛，你咬我啊？没有，我是直接是讲没有，这个不能这样子想，不能这样解释，不能这样解，因为他借你钱的时候是开支票给你嘛，假如你要还人家钱，光明磊落正道的话，那你当然是还支票，而且相信呐。假如说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借贷关系，彰化冠还钱，他也希望有取得证据嘛，说不不，以后对方赖账说，哎，你没有还我，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就看彰化冠能不能拿出。那尤其是，哎，过了当前的代金，我哪有可能老哎？我有啦，一般那个不管你用支票，不管你就从银行都可以调得出来。那你说陈明文，陈明文那更绝，你说在那个什么那个厂商的家里收到支票。啊，假如支票还在，就代表没兑现嘛。对啊，就没有钱嘛。哦，所以假如是这样，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陈明文自己讲的一面的片面的一个说辞哈。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大乌龙哦。不过我还再讲一下那个张景生哦。你今天没有错，张景生，你认为说你是拿钱，你是帮公益团体去募款，可是你会不会让他接受你是利用你的职务？哎，你是经建，你当时是经建会的副主委，你可以说叫厂商。因为这个案子是经建会当时在规划的案子哦。张景生的说法是这个案子跟他没关系，不是，那是农委会的案子。不是，啊，那没有了。纵使农委会的案子，你规划你还是经建会，你还是经建会主委嘛？那这个会惹给人家争议嘛？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接受。对啊，人家搞都是千万起跳的，张景生有够没行情哎。你今天没有100万？100万也不算少。是对方跟张景生说他愿意捐款，然后所以张景生就联络了这两个团体，啊。对方不是张景生开口去跟村农要，对方怎么会跑来跟你张景生讲说他要捐款呢？我是觉得这个，所以你觉得这是疑点就对了？我是觉得这是疑点。我们的光晴，我也觉得是另有意图了哈。我分三个重点哦，一个是时机可疑。另外一个是连结性有问题，第三个是不符合比例原则哈。时机可疑的问题是在于说，我先回应东豪，检察官五月有动作，时机点该怎么定？那是检察官他们自己可以往前，可以往后的时机点是这个可以移动的嘛？哈，不是说五月哈，然后跟灵异事案就没有关系。第二个时机可疑的地方是在于说，我怎么可能张英基那个案子跟这个8年前哈？彰化冠等人这些案子手牵手一起办，哎，对，一起办呢，啊，你8年前就算有一些资金流向，你怎么可能会像8年后 key 档哈，突然就是去查到？我觉得这都是很可疑之处，而且你在细究张景生跟彰化冠，或者是陈明文之间这个案子又是不同的嘛，你不能说一个金主他给很多钱各式各样的，或者说刚刚都大家讲到细节嘛，你不能把他送作堆整个连结在一起。那这是第一个时机点是可疑的哈。第二个是连结性，这个案子哈，林瑞图为什么可以在电视机前预告，而且2次预告，一次7月27，一次7月30，而且预告说下礼拜二绝对会发动搜索，而且是针对后来我们看是彰化冠跟陈明文来的，而且提到弟弟帮啊，现在又在办妹妹帮啊，又说这些评委甚至有去地勇开过会，你就觉得这个不单纯，又扯到什么弟弟帮，很显然，因为他已经被陈菊跟陈武进告了嘛，哦，啊，你会觉得这个连结性似乎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案子，似乎要牵扯出更多的人，嗯，好，哦，那更针对性的人，跟更针对性的大案，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结性是有问题的哈，哦。啊，第三个，当然大家讨论很多啦，
不符合比例原则。那最后讲到资金，资金的问题，陈明文他斩钉截铁讲说他没有收到这个钱。那张花冠说3000万是借贷。